佩珍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你说我。不能照到我的痘痘。你没有没有，我这相机不好，没有办法照了。说，你说干嘛？你的生日礼物是什么？我已经讲过了。当然没有录起来了。紫色的鞋子。不是啦。是啊。不是。你妈妈我要送她紫色的鞋子，她穿在脚上一直好要，好喜欢，好喜欢。她叫小英说好丑，好丑，好丑。你要说，就快就没买。送她的。哪有？快点啦！你的送我生日礼物就是什么啦？啊，就是健身工坊的。会员，没错，就是你要加入健身工厂，还要强迫我花一万多块，小声一点啦，豆哥快点爽，你可以试用三个礼拜，不可以，就是要加入了，不好的话，不要停止。